这个是网红农贸市场。想象不到吧，这样一个菜市场成为大家争相寻找美味的地方。这边真的是有很多的卤味儿，好多鸡爪呀，这条街有很多卖鸡爪卖卤味儿。蜜蜂甜米酒，哇，烤乳猪，快点吃嘛好吗？糖醋排骨怎样吧？不是糖醋排骨啊，这是蜜汁烧排啊。这个怎么卖啊？卖就10块一公斤。十块。我也双开的。我们要买一个2块钱的，我发现2-3块钱也能买一点。我拿了。哎，那个手，我操，那个不要了。来，我拿了，就这几个人，也不是他们呀。没有了吗？有。哎呀，好多蜜蜂呀！这。你要多少？我要3块钱就可以。OK。那我要3块。这新拿出来一坛，这是糯米是吧？对，糯米有甜米的产量，它好吃。小勺要不要？嗯，要。好的，谢谢。刚买完甜酒，走了2步，前面一个手工做的豌豆粉吸引了我。这个，咱要这个豌豆粉吗？没有。那就给我很老你粉就行了。对，这个怎么卖呀？带佐料6碗，不带佐料5块。一碗这个加佐料是吧？5块钱。对，我拿一个带佐料的。太好吃了，谢谢。多少钱？6块是吧？要做了吗？要做了才可以签。这个手工打的豌豆粉得需要很大的力气才能做出来。大哥每次做豌豆粉，我都感觉他好像要打架。刚才想过去看一下，大哥说不能过去，因为这个温度真的很高，如果说烫到脸上或皮肤上，真的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。有没有发现其他的豌豆粉都是平整的，这几碗却是凹凸不平的。这个是拿过来直接就是凝固了。这是锅巴。这是锅巴。锅底上的那个皮。到最下面才有的。哇，这几碗是到最下面才有的。这个是布依族的小吃。嗯，对，这是我们布依族的。我以为这样我就圆满的离开了菜市场，没想到接下来的一幕阻止了我。不认识啊，老米没得，你没非常不知道。谢谢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感谢你们。这都可以免费品尝了，给我拿一个一勺吧，差不多这种不辣的。好的，谢谢。不用谢。我点着你看着吧，你要多少点多少就好了。可以可以，半那个半小桶吧。好的。这里面是什么呀？胡萝卜。胡萝卜，胡萝卜跟芹菜。这是里面木姜子的味道。对对对。木姜。吃这个姐。可以了，多了吧？30.0930块钱的。行行行。啊，6块两娘。尝尝尾，尝尝尾，你卖不成来。来娘。
好吃呢，穿柠檬作为经济的部分。过去了。这是芹菜跟胡萝卜的，这是送的。好的。小哥，这一盆有多少斤啊？这一盆有多少斤啊？一盆多少斤？三四十斤。三四十斤。太凉。有时候卖三盆，有时候卖四盆的。看看我们甜的糯米酒，还是这种酒曲的味道。哇，好甜！它这个甜当中还有这个糯米的味道，但是像这个糯米已经失去了它的粘性了。微微凉，夏天喝真的很好。这个真的是特别的甜，可能比糖果还要甜度弱一点，比普通的甜品真的是比它还要甜。看这种甜米酒，它这个水都是稍微带点这种浑浊的，水就稍微比较清甜一些，不会像米那么甜。买了这么多，这个鸡爪刚才吃的时候，我觉得它这个鸡爪炖的时间不会很长，因为有的时候都会觉得咬不断。那你吃过这样的鸡爪吗？这种鸡爪吃过吗？吃过，它不是炖的时间很少吗？不容易咬断吧？嚼不烂是吧？对，我也觉得嚼不烂，但吃完有一种生姜味发热的感觉。它这里面就是胡萝卜、白芹、鸡爪、啊、这个鸡爪炖的时间不会很长，所以像老人家根本就是嚼不动啊。这个生芹还有胡萝卜，这些东西就像泡菜一样。不是，这个豌豆粉现在是不能吃了，因为它得把这个那些汤料放在这个豌豆粉里，我们找地方吃待会。哇，这么吃也觉得很不错，豌豆的这种细沙感还是能够吃出来的。这个豌豆粉不会像凉粉那么 Q 弹，而是偏向于豌豆黄的这种沙，但是又可以和凉粉一样配着这个辣椒来吃，味道很不错。